雪老师、武冰冰老师和他们的小营员们，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五彩缤纷夏令营。大家好，这里是舞蹈世界五彩缤纷夏令营。今天呢，我们将与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这些所有跳舞蹈孩子他们心目中的爸爸妈妈的模样。让我们欣赏第一支精彩团队带来的节目之前，先有请我们辅导员台下就坐，有请。您请，您请。北京的童谣可多了，今天我们比一比，说出一个童谣就奖励一个糖葫芦，看看最后糖葫芦有多。们的舞蹈老师，小雪老师带来的这个节目很有特色哈，完全是用童谣连着这样的一个舞蹈。我相信他一定是自己小的时候离现在不太远，所以他编的这节目就特别有童趣。我觉得老师应该是90后，80后啊，80后。这个舞蹈当中呢，总共差不多有5到6段的这个童谣，对吧？然后孩子们其实他们通过这个学习舞蹈，是不是把这个童谣也都背得非常的熟？对对，是的。其实对于像这些比较好小一些的孩子来说，以这种一边童谣一边舞蹈的形式来学习舞蹈，对于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对，他们一边说童谣，然后一边就很快速的把舞蹈动作给记住了，而且他们也能够很好的就是掌握这个舞蹈中的节奏呀，各个方面。今天表现的这个舞蹈呢，虽然里面有几个童谣，就是舞蹈里面有的，但实际上我们在学习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考级的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们也学到了一些别的小童谣。你们想不想给大家表现一下呀？想不想？好，你来。我说一个叫西瓜的童谣。西瓜西瓜圆又圆，红瓤黑籽在里面，打来顶水震一震，吃到嘴里凉又甜。哎，好。好，我知道这还有舞蹈动作配合呢。哎，说到这个童谣，几位辅导员老师，咱们也回忆回忆童年，也想一想咱们知道的童谣。哎呦，真的
你这一说，我这个要是离儿童有点远，有点远，60多年了。我不是出生在上海吗？哎，对。我们那童谣都是带着上海口音的。啊，上海腔。有啊有。要到俺不叫，对吧？对吧？俺不叫我好宝宝，哎，这个是我们上海的童谣，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啊，那那个潘老师，那要是你们是上海的，我们河南的了。那你怎么说的？你说这个。要啊要，要到外婆桥。哦。哎。还有呢，外婆叫我好宝宝怎么说？那个外婆叫我好宝宝，睡呀睡睡觉。哦，哎，你们河南也叫外婆吗？河南叫也叫外婆，外婆也可以叫外婆，但也可以叫姥姥嘛。姥姥。童谣不一定非得就说哪儿的，因为官称是姥姥嘛，也是没错的。你这个小舞蹈，我刚才看完，我觉得特别接地气。就是说，因为小孩的这个基本功的技能不一定太高，但他很生动。生动是最重要的，他能把他那个想目前要反映的那个小情绪小动作呀，他都不是非得在舞蹈动作里给的，所以反而你这个作品让我们看得特别清楚，故事讲得特别明白，所以你们这个舞蹈是特别特别棒的。给掌声，给掌声，鼓励一下，给掌声。好，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带来了两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在座的嘉宾老师。想问潘爷爷一个问题。行，您说。我们说的童谣你会说吗？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你想，我都拉大锯，扯大锯，大锯，哎，这个我们姥姥家里什么唱大戏啊？那我来教你一个吧。哎，你好好。教一个踢毽子的吧。啊，好，您说。你听好了啊。哎哎。一个毽儿，踢两半儿，打花鼓，绕花巷，里听外拐。学会了吗？没有。这也忒快点了。不是，光高兴来着。就是啊，就看到他表演的好。对。这孩子真是表演的那么松弛自如，而且还那么可爱。对，没事，宝宝。但是你不能难为潘爷爷啊。就是啊。你难为潘爷爷，一会儿一说的不好了，分上不去了，你得鼓励潘爷爷。对，一句一句的教前两句吧。教一句吧。教前两句。让潘爷爷用上海话说。啊。一个毽儿。踢两半。好 ，OK， 到此。试试看啊，一个毽儿掰两半。踢两半。明白了，明白了。改正，改正。一个毽儿踢两半，对吗？对。行吗？行，100分。给潘爷打100分。100分。那就饶了我吧。今天是这样，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来自北京的，然后呢，他们知道呢，也有从全国各地来的各个民族的小朋友也来到这个舞蹈世界，他们自发的准备了一些有北京特色的小礼物，想要送给这些个小朋友，让他们带回家乡。拜拜，真舍不得你。那个小老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香瑞。啊，刘老师再见。拜拜。拜拜拜拜。Thank you.
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舞蹈世界的舞台上和妈妈们一块跳舞。谁先说和妈妈一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是什么样？谁先说？好，小伙子说。小伙子。小伙子。好嘞。我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我跟妈妈一起同台演出。哎呦，没事，你妈呀。那个是妈妈。哦，这样、啊、还真是像啊。那妈妈有、啊、妈妈有什么样感觉呀？你们俩一起说呗。我也特别的激动啊，因为平时都是我辅导儿子功课，这回儿子来辅导我来了。哦真的，真的，就刚才看见他们一上来，先是小朋友一个一个都特别漂亮，一看呢就特别特别的专业，是吧？阳光，一上来潘爷爷就说多阳光啊，然后出来了一批更专业的妈妈，你知道吧？今天这样的组合是最好的搭档，一。家长陪着孩子去学舞蹈了、哦、站在边上看、就是、耽误时间、哎、你跟着孩子一起学了、哎、你除了了解了舞蹈这门技能、哎、同时自己还漂亮了、哎、还能减肥、哎、是不是你说还真是各个妈妈都好看就是说呀、啊、你看不光孩子漂亮、嗯、家长也漂亮另外我觉得孩子如果比妈妈好一点更好、哦、责任感上来了、哦、妈妈你这儿不好跟你说说妈妈你那儿不好、啊、说这反而能起提醒他哪儿不对，他说你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嗯，哎呦，我觉得今天这组合是最佳组合呀！别打分，打分，别打分，特别棒啊！哎，我想问一下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谁就是妈妈不配合孩子，或者孩子不配合妈妈，或者想让配合到这个舞台上的有没有啊？举手，曼姨你说吧，那个辅导员给你撑腰，说妈妈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妈妈吧，妈妈她协调性很好，但就是她爱要面子，她不想上舞台。哦，那这女儿提对不对啊？以后那个我一定要那个，我也一定要参加这个妈妈舞蹈团，争取下次跟你一起在台上那个啊。她说你哈，就这次吧，别下次。就是她说你协调性不好，我没看见呀、啊，比两下，我们两下。对呀、啊。五个步，一。二三四，行了，就到这儿，就这儿，要不学不会了，谁？走，一、二、三、四，哎，多好呀！特别好，协调性好，非常好，协调性好。我们欢迎更多的妈妈来支持我们的小朋友。好，我下次一定要一定啊，我一定参加。这次没有参加，我也觉得很遗憾。那我们大家给他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啊，你看我们那个小伙子刚才说教妈妈有招有式的，嗯，咱们这儿呢，这我这都我的老师，然后我也跳舞，然后咱们郭老师半天也没吭声、啊、不是因为舞蹈太好了，我都被他们吸引住了，我都被他们吸引住了，是不是需要郭老师上台帮咱们这舞蹈再给拉拉票，好，让我们这小伙子，我看郭老师当个小，谢谢小老师，真当不累吗？累、啊、累累的累，行，对，给他弄点难的，哎，哎，好，哦，还得放脑袋，来啊，你给我来点有难度的行不行，老师，给我来个有难度的，来，来个有难度的，一二三四，五二三四，不错，三二三四。这已经很难了，他还得跳呢。来吧，不是我刚才就那么一说，让你整个男的，你这真整啊？怎么你再来一遍？我刚才都没看懵了都。嗯、这不难，郭老师。这太难了，对于我来说。一个两个，三一个两个，所以你看，对，专家一点，好了，行了，好，来吧，三好，预备走，听着都会。一个两个，蹲跳两下，一个两个，一个两个。行了，肯定高分啊，这个100块。好，那就谢谢我们这支小江玉老师推荐的团队，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团队，好吗？谢谢，再见。Thank you.
笑吗？笑一个我看看。哎，对，那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叫林雅婷。啊，林雅婷同学啊。你今年几岁啦？我今天五岁了。今天五岁了。生日是吗？你们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啊？小蜗牛。啊，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小蜗牛的故事。小蜗牛的故事吗？不是，不是小蜗牛啊，说的是小金鱼的故事。这有坏人啊，他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说的小金鱼的故事？把话筒放到这个地方。对，我刚才你们念的那个童谣啊，大家能不能再给我们念一遍呢？好，一二三。我叫林雅婷。喝了，你喝一定喝多了。来念那个童谣，就念刚才那童谣，大家一起念一下。小蜗牛的童谣：树洞串门子，飞着一间小房子，雷声隆隆下大雨，蜗牛拍拍小肚子，这个我是他们的辅导员，好，先得介绍一下。这个呢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考试的第一级里头的最最早的一段，也就是说孩子们要开始学舞蹈了，你给他有一点什么样的舞蹈的感觉呢？哎，你看那个蜗牛，哎，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吧？是模仿什么？模仿那蜗牛的那两个触角，在那个地方用手给模仿出来。对，爬行的时候的状态。啊，对啊，其实我们在蒙古舞的软手里头能够见到，能够在维吾尔族的舞蹈里头也能够见到，对，是吧？那我们小孩的时候呢，就练练这个软手，练练这个手指头，一节一节的，就特别的是有好处的。对的。对，那孩子们都要由浅入深，是吧？要由表及里，然后要能够举一反三，这样这个教材就系统了啊。我们有一批老师，这批老师呢是我们的高级教师，编了很多这样的教材，要不要我们介绍一下给看看？好啊，好啊，我们请上来这些高级教师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下，好不好？挺好吧，太好了，你看我就特别赞赏他们那个胳膊都能这么来一下哈，这咱们到前面是没有问题，后边你能来一下吗？不是，你看你那个老师给我给来露一手，哦，哇，那真软呐哈，软，太好了，那这个就是四川的
羌族对吧？对，好，四川羌族。这个大概是安排多大的孩子学呢？在我们的教材里头是十一级的教材。哦，那差不多是十五岁，十四五岁孩子哈，十五六岁这样哈，正好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哈，你们虽然您说情窦初开的时候，郭老师笑了，是吗？不是，啊，那个潘老师啊，啊，我就是通过这个节目之后啊，啊，我觉得我爱上舞蹈了，是吧？对呀，啊，你为啥非通过这个呢？对呀，啊，我就看完这节目之后，我就学舞蹈太好了，如花少，对人生有相当大的意义。是，尤其是这么多的美女老师天天给你上课，啊，我要是学舞蹈，就天天这帮老师，我一节课都不带落的。而且我天天，我跟你说，我天天我还得加课，我说我要复习。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舞蹈老师呢是小女孩，是女老师啊，小男孩呢是男老师。我要跟女老师学不行吗？一节课也不行也行，但是呢，像你这样形象又比较差一些啊，这个，但是我认真呢，是啊，我学习认真呢，尤其是刚才看几位老师那技巧，哎呀，那胯扭的，就是，啊，我就不行了。哎呀，郭老师跟那个你随便选哪个老师，你说我想学一个动作，可以吗？潘老师，可以，真的，学一个动作，这可是潘老师授权了，对。来，你俩教吧，啊，你俩一边一个，嘿嘿，一边一个啊，好，可以站好了。哎呀，好，啊，那个就教几个简单的动作。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评委、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情人节。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里，我和我的两位老师共同为大家献上一段舞蹈，它的名字叫鹊桥会。来，那个给点音乐，简单点的动作啊，来。我觉得像我们搞语言呢，还是好好的说相声吧，下回可不扯这个了。潘老师，这勇气可嘉，但是我觉得这鹊桥会没办法下去，咱问问老师们，老师给点评一下。你说这样的男子跳得如此的柔媚，咱看得上吗？不是老师，我觉得刚才你看那个两位老师光教动作了，然后我刚才有一个转身，我是冲后边，哎呀，那帮老师看我的眼神，那妩媚，哎呀，真是，我们有交流的，我们在后边有交流，有交流，还有潜台词，好，潜台词，哎，咱们还得把话题拉回来，你看，我们的孩子们从蜗牛开始这么简单的动作，一直到他们到羌族的中段，以致他全身的这种啊动作的协调啊，到了这样的十四五岁，有这么复杂的一种舞蹈的这种短句啊组合呀 啊这就比那个小蜗牛才一分多钟，这他们刚才跳了有两三分钟了嘛，是吧？也有是两分多钟了啊。那么女孩子是相当的好看漂亮，男孩子有没有舞蹈呢？当然有了。男孩子不仅要有舞蹈，而且男孩子还得跳出男孩子的那个样子来。如果男孩子跳得跟刚才那郭子跳的那样，我就想啪啪给两下，那就很有欣赏性了。男孩有男孩的样子，是是。好，那有没有想看一看男孩我们是怎么做的吧？啊，好，下面我们请一下我们男孩的老师上来，我们帮助一下。好。
哟，来来来，什么意思？请您呢？是刚才那几下是纯即兴的，这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莫名其妙了，不知所措了，这什么情况？不是拜上了？最主要这现在还来这一套，还磕头，哎呀，把我气得给磕软了。潘老师啊，净看舞蹈啊，看得我刚才突然间觉得心潮澎湃，特别的感动。真的？就是一帮年轻人真的很爱自己这个事业。是。然后呢，一帮老的艺术家，尤其像潘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还亲自带着他们，你知道，就这种气场，就这种对舞蹈的理解，今天这些年轻人回去受益匪浅。这我觉得这种境界，这真的是无比天大的境界。我们最热烈掌声送给潘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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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太棒了！我觉得你们上来先拥抱一下潘老师，拥抱拥抱，拥抱！感谢潘老师，感谢您，感谢感谢。我作为你们这个节目的辅导员非常荣幸，这个舞蹈看下来我觉得就是四个字儿，精神帅气。先不说小朋友们跳得好坏，就听听观众的反应，雷鸣般的掌声啊，足以证明我们这个节目的成功。
潘老师刚才在讲这个舞蹈的舞蹈元素在哪儿，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你们听一听潘老师跟您讲您跳的什么样的一个舞。那个小朋友知道那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都知道吧？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秦国的国王秦王要统一六国，然后荆轲躲在土里献图，假装献图，但是其实他在土里藏了一把匕首要杀秦王，但是被秦王发现了，所以荆轲刺秦失败了。对，说得好。小朋友补充，小朋友补充啊。战国时期，秦国吞并各国，燕太子丹派荆轲趁献地图之机刺杀秦王，最终荆轲刺杀失败被杀。好，这个小朋友讲的是更贴切，更对哈。实际上是荆轲献地图的时候，对啊，是在土里头暗藏了一把宝剑，等这个图展开了以后，这把宝剑就拿出来了。拿出来的时候他就想砍那个秦王，他恨他，为什么？他想吞并他们，是吧？这个表现了当时的燕赵燕太子丹他的英雄气概，那时候就有义士，是吧？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当中受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他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他应该说的就是我们燕赵地方的语言，身体的语言跟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字儿是一个道理。哎，潘老师，我看有一个动作，这个很像那个，就是拉花里头的动作，就是我们河北井陉的那个地方的民族民间舞蹈。因此他们的这个和这个等等这些都是从这个民族民间舞蹈里头脱化出来的，吸取。因此他们这个思想这个故事以及他们用身体阐述出来的语言地域文化都是一致的。哎，因此孩子们你们好，学的也好，而且表现的也正确，是吧？给他们掌声。哎，我还特别奇怪啊，这个我们做辅导员，你看啊，咱们这第一排都男孩，第二排都是小女生，对，女扮男装，对对，哎，他们在一起这个共同学跳舞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肯定有啊，来，我们女孩上前一步，来，谁讲一讲你们排练中间的故事？我们排练中间的故事呢有很多，我就选其中一件吧。就是有一次练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感觉有的男生吧，他就特别没有力气，我感觉我们女生比男生更有英雄气概。这个女生比男生有没有英雄气概啊？我觉得小香玉老师很有发言权呐。欢迎小香玉老师给点评点评。第一排的女生，你记着啊，有一段在全中国都特别特别喜欢的，让大家喜欢的一段戏叫《谁说女子不如男》。对对对，谁说女子不如男？是吧？知道吗？是。哎，所以你觉得你比他们有这个男儿气概，应该的，那就学一句吧。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跟我一起唱啊！预备，这女子们，预备，唱。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团队。
天津滨海新区的。我们这个队伍呢，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这么小的小朋友，谁是4岁的呀？我叫唐子路。你几岁？几岁？我4岁。这儿还有一个举手的啊，我看他们在舞台上呢，可以说4岁的孩子就跟着前面的这个大姐姐这样变换队形啊，这个做舞台的调度啊就非常丰富啊。小雪老师啊，你看你要不让那孩子说话，他那手一直举着。来，姑娘说话。嗯，对对对。哎，老师，这孩子们都是天津的是吗？对 对。会说天津话吗？来，大家一起说，我们是来自哪儿？天津味儿。我们是来自去我们那吃又大又圆的狗不理包子。这么点儿的小孩哈，我就觉得在台上他其实是学的一种礼仪。对，如果说他能够说跟着前面的小朋友规规矩矩的上台，按节奏跳完，再一个在相应的时间里面把动作表现出来，最后还能完整的站在舞台上，我觉得对这些4、5岁的孩子就不容易。大孩子实际上是给小孩子做出了一个榜样，对吧？那你像小雪老师哈，这么年轻轻的，他实际上不仅给他的学生做榜样，他还要给他的孩子做榜样。哎，是给他儿子做榜样。就像我们现在、因为我的闺女是2岁多嘛，所以也面临着幼儿园的问题啊。然后我也在了解，然后现在呢这个流行着一个叫蒙氏教育，他呢相互就像潘老师刚才说的，是大孩子带领着小孩子，小孩子模仿着大孩子，所以大孩子的引领作用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小雪老师的儿子了一、小老师了一今天来了吗？来了来了。哎呀，那是不是也要给我们叫出来，我们看一看对、到时候长成怎么样了。来，有请了一。要你俩来一个，你既然上来了，上来一点儿，就是小上来一点儿。我今天为了给我们这红灯笼拉票，我和于了一来一个主持人助兴。职业特别正规，那舞蹈跳的棒极了，我没看你。哎呦，这个舞蹈学完以后再去这个表演系学表演，那就是如虎添翼呀、你上去比你爸风采多了。你一下你那个眼睛和你的训练过以后那表情，哎呦，把你心里的所有东西通过眼睛
通过脸，通过形体释放出来了。你爸爸那就是舞蹈家，你就是表演家舞蹈家。说得好，谢谢小祥玉老师。这刚才是您这个介绍的那节目。我介绍节目，我就觉得他能够说小朋友跟着大孩，丰富的调度、节奏、旋律、表情都能给表演的那么淋漓尽致。就我刚才说，甭管多大多小，情感是最能打动人。没错。所以他们打动了我，我希望大家给他们投票。这到了正题了。但是观众朋友们不能忘了我们前面四位辅导员推荐的节目呀，完了，是不是个个精彩呀？那没办法了，上台拉票，我们必须拉票了。走。他们带来的精彩的作品了。那在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评委在打分之前，我们再各自给自己的队拉个票，好，好吗？我先说，年纪我最大。必须的，您先说。但是我这个队伍是我们那个考级里头的最小，你们要给他们一点鼓励，让他们走上正道的时候，你们就想，你们这一分可能肯定了他一辈子，请给我们多打分。哎呀，今天感动特别多，我觉着世界上最大的爱莫过于母亲爱孩子，莫过于孩子爱妈妈。我们这队既有孩子还有妈妈，请把掌声和票投给我们那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先不要看孩子，可怜可怜我吧。我就为了给你们拉票，给孩子们拉票，我这腰都扭了，真的太不容易了。你们的一分两分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影响他们一生，为我们的孩子们投票吧。我们这个队虽然年纪小，但是他们已经登上了舞台，跟着他的那个姐姐老师学舞蹈，走出这第一步非常不容易，给我们投票吧。我们这支团队呢，他们也是非常可爱，你们的家长呢也都坐在台下，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把手中最宝贵的那一票投给你们的，是不是大家？好，那就请您按下手中的按键器，让我们看大屏幕。让我们看一下成绩。第一支团队121分，第二支团队128分，第三支团队115分，第四支团队119分，第五支团队117分。恭喜我们的二号团队！有请小香玉老师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好，也恭喜我们所有的孩子们，你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辉煌的舞台上，你们都是最棒的，最棒的，最棒。朋友们，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